最近生意怎么样？托您的福还过得去。哎，这个料子摸起来不错啊，什么材质的？你是要为你儿子准备吗？废话，这斗拳街比武大赛就要开始了，我得把新衣服给他赶制出来，领奖时穿。比武大会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你知道吗，安娜？成为最强的舞者，一直是我的梦想。莫真，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手指上好像缺点什么，你觉得呢？是缺。算你这次聪明。缺点油，都起皮了。女孩子的手呀，一定要好好保护。在下报台，听说斗拳街高手如云，快来讨教一二。你谁？旺财？嘿，起个狗的名字，谁起的？暴财。暴财，名字起得野性了一点，但也不能在我们斗拳街撒野。你是高手吗？是。嘿，哇哇哇哇哇！吐！你的狗娘，死亡马大跳针！干啥呀？我不打你了！哎，你还有白目吗？别逼我啊！别呀！来！你偌大个斗拳街，难道就没有一个真正的男人敢跟我比一场吗？我可以跟你比武，但不是在这里。只要能打，俺们挑地方。好，请。挑战武术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挠痒痒的，叫什么来着？报财。报财。好，咱们把规矩先说一下啊，咱们是切磋武艺，点到为止。哎，知道了，真啰嗦。好，咱们就开始。这莽大汉这么性急，显然已乱了分寸，凯哥必胜无疑。你不讲话能死？怎么废话就那么多、啊？好好看你比赛就完了呗。我把你怕什么怕？人家这阿海充满信心。啊！谁来啊？哎，要不就你吧，年轻点儿，能不能打呀？能打死你！太好了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带劲儿。来，枪来也！儿子，谁敢跟你叫板，爹砍了他！赶紧回家去吧！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改改你这痞子气？难怪我娘看不上你，跟我师父在一起。我什么我？还不赶紧下去啊！丢人现眼！我砍不死他！儿子，你们先打，我回家等你。巅峰比武之路上，被柴入人家真是层出不穷啊！
老子就想问一句，这还有日子开始吗？当然，现在就开始。来啊！今天你已经跟我师父打了一场，照我们斗拳街的规矩来说，这属于跟你车轮战，就算我赢了也胜之不武。你这啥狗屁逻辑，我弄不清楚，车轮战就车轮战，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我在乎。哎，你这兄弟做人要讲道理，我都说了我不在乎车轮战。来，我是个很有原则的人，不打了。哎兄弟，你说要怎么样你才能跟我对决？都说了，都说好了要切磋，你不能临阵脱逃啊！你谁临阵脱逃了？下礼拜我们斗拳馆举办斗拳街比武大会，你记得来参加，我在这等你。比武大会？真的？哎，那是不是会有很多高手要来啊？这我喜欢呢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